夫君已经投靠贼寇。就算我夫君身在贼营，也定是斡旋其中，谋求生路。今齐家反叛，是源于城中有人扰乱军心。你说的是宁毅，要杀他的人，他就不能在场。李天润来了。今日我厉某要替宣威营主持公道，你会怎样？心里清楚吧。